首先啊，我想说，如果不带偏见、公正的来看的话，中国少数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所享有的权利、平等，应该说，我觉得比美国甚至都强得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些美国议员是没有资格就少数民族问题来对中国进行横加指责的。至于宗教信仰的问题，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各族人民依法享有宗教自由，信和不信和信什么，这是信教群众是他们自己的自由。那么我们希望呢，美方呢能够正视和尊重事实，摒弃偏见，停止采取损害中美互信与合作的言行。美国议员是拿着美国纳税人的钱，他理应呢集中精力专注于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服务于美国人民，而不是呢瞎操心，整天想着去干涉别国的内政，充当什么人权法官，动不动呢就对别国横加指责，甚至威胁要实施无理的制裁。